失败，一样的时间，所以政策都失败。那如果我们今年在8月16号会发行1枚35元的邮票，那这个邮票呢，其实代表了非常高龄的居民哦，也是一个历史的代表。那我们会以35元来作为发行1枚的命额。因为一般人使用，如果他在交际挂号信的时候是28元，那如果限时的话，会加起来，那就是38块。那我们应大家的需求，希望如果在交际邮件的时候都能够看到我们政治的这个邮票，所以我们这次的发行也是代表很多的意义。10月28号，我们主庙这边呢办了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，就是回馈给信人信女所有的信众，就是只要有来捐钱款，那么我们会送两副超市资料，都是有关郑成功，还有有关台南市的大家庭。就是即便你想要多再来要想要多也不可能，你就只是要目前限量只有1200，还有我们这个5块，这一套一定会让大家就是把8月16号发行的这个邮票。那会有2个抽屉，第一个抽屉呢我们会盖在里面，是4月28号，就是全国春季大典的时候，这个部分我们在上面就会盖。那这个部分4月28号这里会盖一个4月28号的抽屉。那另外呢，在这个上面呢，我们会盖8月16号发行邮票的时候，我们还会再盖一个抽屉，都会办一个礼物抽屉。所以呢，这一套各话里面就会有2个抽屉，那就是代表了这个。那还有呢，我们还有这个我们的钥匙签呢。其实大家都知道，郑成功的钥匙是日本的，所以大家看到了这个。那我们里面呢也有我们的，就是我们的主委，也是我们的书法家，他在上面呢写的一个字，那没有刻。台湾失败，成功失败的话，那还有会是什么？就是在这里面，我们都有什么？当然会有不同的款式啊，哈，都大家来做来参考。那另外，为了大家让大家收纳的时候方便，就是我们要附带收纳会员的那个1400块，那这个都是限量版。其实想要再要多买，那就一定是真的。10月28号这天，限量1200，这个是不超值，也是我们主庙这边的一个收获。好，谢谢副座，谢谢。